即可有完整体会，何苦把好事看可悲。你的未来必定很美，多可喜可贺的结尾。泪滴落成鸟飘，轻飘的微流，在你这里转胸口，悄悄的滑倒，装下半冷我的我必定给你重伤，但不懂怎令你忘掉。我的泪真要飘，就往心里飘，含目泪的怎能为这小事泪掉，这宿命已悄悄，人生剧本已定稿，尽量别让今天的泪白流就好。就你这样还参加 AST 啊？哼，那你会什么呢？让我挑，太欺负你们了吧。要不就那个吧。怎么怂了？恰，这有什么好难的？等着吧。大夫，我这严重吗？骨折。骨折？不明白啊。骨折就是骨头折了。我是问你这严重吗？没什么大问题，骨折嘛，在你们滑板界不是经常见吗？那个什么霍克不是连肋骨都经常摔断吗？医生，医生怎么样啊？程程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，怎么弄成这样了？来，我看一下。父母来了正好，带着胶钳固定包扎，你这个手、手腕、手掌都有伤，比较麻烦。那影响以后吗？滑板没事，不是主要是用腿吗？可是我是打羽毛球的呀。羽毛球？那废了废了。来，儿子多吃点，那个吃完了回房间好好休息，今天累一天了，是累坏了，多吃点啊。你干什么？孩子都伤成这样了，你打他干什么？你还护着他？慈母多败儿，你都把他护成什么样了？要不是他那帮同学带他乱玩，他怎么会摔伤？再说不打球怎么了？非要打球才是你儿子吗？我们干点什么不行？出了事儿了也不找找原因，就知道推卸责任，你就这么教育你儿子的是吗？怎么了？我儿子我心疼他，我就这样教他。等以后我给他买个球队行不行？你们别吵了。教练，让我们家海城参加比赛吧。全国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姑且不说能不能恢复的跟原来一样，今年以市队的身份参加比赛是不可能的。教练，这次是意外，你看能不能再给他次机会？这次比赛对他真的很重要。重要？你们也知道重要。这么重要的比赛，种子选手因为自己的原因受伤无法参加，你知道我压力有多大吗？对不起，教练，是我们的错，他还小，你看看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啊。不是我不给机会，他现在这个样子根本没法比赛。那今年的一级运动员评定？今年不行了，明年再说吧。教练，你给想想办法吧，如果我们程程没有一级运动员的资格，就没办法参加特招。您不也说他是个好苗子吗？教练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这是干什么？你们是学生家长，你们是榜样，不是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能用钱来解决问题。你们有钱就好好把他的伤治好。啊，对了，找个人把他的性格改一改。
廉颇被免职以后，到了魏国，后来秦国攻打赵国，赵王想再启用他，派人去看。大哥，哎，老师，潘海辰怎么没来上课呀？你去问他们俩吧。哎，他怎么回事？啊，我们又不是故意的。谁让他吹牛？明明打不过我们，非得跟我们比。就是，再说了，我当时看也不严重啊，不会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吧？刘玉忠，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们的挑衅，现在潘海辰骨折重伤，已经不能参加市队的全国联赛。你们知道这样对于一个球员的伤害有多大吗？做错的事情不去关心同学，还在这里伤风凉话。你们两个都给我反省。海辰，出来吃饭吧，学校那边我替你请过假了。你好，我是潘海辰的班主任。啊，老师你好，你好，快请坐。廖老师是吧？你好，坐坐坐。你去把他叫过来。啊，老师您坐着。哎。海辰，廖老师来看你了，快出来。海辰。廖老师来看你了，快出来。不好意思，廖老师，最近的情绪一直不太稳定。我明白，大概的事情我了解，我已经批评那些让他比赛滑板的同学。不不不，不怪同学们，是海生的性格太虚荣好强了。孩子都成这样了，你还说他？怎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这都是你平时惯的，除了事业好，给他个教训，免得以后惹出更大的麻烦来。哎，二位不要再争吵了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应该想办法去挽救。资格考试那边呢，我会想办法再去争取，你们千万不要放弃希望。廖老师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是不会放弃的，只是从出事到现在，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房子里，我真害怕他想不开。你别胡说。这件事情对潘海辰的打击确实很大，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吧，帮他度过这个难关。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啊！潘海辰因为意外导致手掌和手腕粉碎性骨折。虽然医生说可以痊愈，但是他的手好了以后也不能再打球了，现在已经退出了市队。还不是吧？那他以后怎么办啊？以后再也没有人在你面前臭嘚瑟了呗。说什么呢？同学都这样了，你还幸灾乐祸？我就那么一说。哎，老师，那个咱们能去看他一下？这件事情对潘海辰的打击非常大，情绪非常不稳定，过段时间他会回来上课，你们留点心，别刺激他。放心吧，廖老师，我们会的。好，我就说这么多，好好上课。有好好的人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就是啊，你说潘海辰平时虽然愿意嘚瑟，但是呢他毕竟不是什么坏人，是吧？他这一骨折就不能打球了，这简直对他来讲就生不如死啊。什么生啊死啊的，别乱说话。哎，一会儿你们见他可别瞎说。行了，全都别说了，等他来上课都注意点啊。
哎呦，要不是我听说你们班的潘海成摔伤了，怎么样啊？严重不严重？粉碎性骨折，你说严重不严重？哎呦，小小的年纪能遭这么大罪啊！遭罪啊？这潘海成啊！你的。爱心牌。潘海成不是体育特招生吗？对呀。那他受伤，影不影响训练啊？不影响。不影响。不影响的。医生说了，就算是以后手好了，也打不了球喽。啊？这么严重啊？医生还说。还说？以后还不知道影不影响生活呢。哎，我这帮小兔崽子就知道给我惹祸。哟，莫老师，莫老师啊，爱心牌，怕得狂犬病了。老师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啊，嗯，你们这些练体育的是不是会经常受伤？身上没几处伤，我好意思说自个儿是练体育的吗？哦，这样子啊，那你有没有伤到什么特殊的地方？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。特殊的地方，比如说这里。你有病吗？你有药？你要多少？你有多少？你要多少？我有多少？你有多少？我吃多少？有病吗你？我刚嘴擦劲儿。兄弟，没事儿。二十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。就是，不就不能打球了吗？咱以后不是还有好多事能干吗？够了！我知道，你们一个个都看我不顺眼，是不是？这样你们满意了？潘成，你几个意思？你说我几个意思？我们是关心你。关心我？我不需要你们关心。都他妈给我滚一边去！怎么你会不会说话？就这么说了，怎么了？想动手啊？潘海成，我今天是看你手折了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别他妈在这找打！我他妈就找打，怎么了？潘海成，我刚才说一句啊！行了，行行。廖老师，潘海成和李玉忠打起来了。什么？全不是省油的灯，他狂犬病发作了。过来，放开我！有完没完？快，你们俩够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放开他！别打了！哎，李正，谁先动的手？他啊。你跟我走。回位置上去。没碰到手吧？潘海成，我拜托你啊，你的手都已经变成这样了，还要跟别人打架？不是我要跟他们打的。谁先动的手？是吕玉忠他们也挑衅我的。他们挑衅你，你就要跟他们去打架。他们没事干嘛挑衅你啊？他们早就看我不顺眼了，正好我的胳膊断了，他们看我笑话吧。潘海成，我当他们班主任这么久了，虽然他们都很皮，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幸灾乐祸、落井下石的事情。你也说了，你是他们班主任，你当然向着他们了。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那我应该怎么想？我跟你说，都是因为你们。要不是李忠他们挑衅我，我也不会去玩滑板。我要不玩滑板，我的胳膊也不会断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一个体育特长生，我现在胳膊断了，我不能练体育了，我还要担心什么狗屁的高考？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们。
说完了吗？说完换我说。谁逼你练滑板的？是吕中他们啊。他们拿枪逼你了吗？说话。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要跟他们比？是他们先挑衅我的呀。他们挑衅你，你就要跟他们比滑板。那我也不能让他们瞧不起我吧。你到现在还是不明白是吧？那我应该明白什么呢？你练滑板是为了炫耀你自己，让别人觉得你很了不起。你自以为所有的体育项目都难不倒你，为了维护你体育特长生的尊严，你什么样的提议都会去接受。可是你已经不小了，你稍微动动脑子想一想，都会知道有今天的事情发生。你虽然是个学生，但是你要有一点明白，作为一个人，作为一个男人，首先要对自己负责，其次要对自己做出的决定负责。既然你决定去了，你就应该勇敢地承担结果。你要知道，谁也不能左右你，不管别人是谁，说了什么样的话，最终做决定的是你自己。你是一个练体育的，你应该知道所有的体育项目都是有危险的。你竟然还贸贸然的去练滑板，你就应该有受伤的觉悟。其实受伤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自己被自己打败。谁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虽然你现在当不了体育特长生了，但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。可是如果你只是一味地找借口推卸责任，那么你只能是一个逃兵，一个只会逃避的懦夫。同学们并没有嘲笑你，他们也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可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去面对它，去解决它。如果你肯跨出这一步，我和同学们都会去帮你走出这个阴霾。但是如果你自己鼓不起这个勇气，那么抱歉，谁也无能为力。你们这样是高二班的学生吗？那是莫勇派带的班，懂吗？你就不能好好劝吗？杨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们本来只是想安慰他一下，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你们就知道给我惹祸。我根本就没想跟他打架，是他突然先动手的。行了，你闭嘴。遇上这种事情，谁都会比较糟心的。我们要给潘海辰一点时间。廖老师，我们真的只是好意。我知道，我相信潘海辰会明白的。上课怎么样啊？手还疼不疼？还行吧。妈，对不起。傻孩子，说什么对不起啊？赶紧吃饭吧，我给你熬的骨头汤。多喝点汤。爸，对不起，我知道这次我的手段是我自己造成的，都是我爱炫耀，
不然我的手也不会受伤。我知道，家里为了支持我练体育，费了不少精力。假如我能够早成熟一点，也不会造成这样子。爸，妈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程程，你能明白这一点，说明你的手还没白断。孩子他爸，虽然之前我对你的所作所为很失望，但今天你这番话，说明你真的长大了，是个男子汉。爸，妈，我已经给你订好机票了。只要你乖乖的出国，我就会找人救出叶小白。不看到叶小白平安出来，我是不会走了。那我也告诉你，你不走，叶小白是不可能出来的。我答应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，只要我看到叶小白平安出来，我肯定会离开这里。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那我就天天去看守所的门口等，就算等一辈子，我也要等到叶小白平安出来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知道，我在为我所爱的人争取自由。周老板吗？我要跟你见个面。我要让叶小白一辈子找不到芊芊。只要您把协议签了，咱们一切都好说。妈，你这是要干嘛？我帮你订好机票了，这段时间啊，去你外公家。妈，我不去。必须去。我往哪儿飞啊？你飞到哪儿啊？我能不能把你抓回来？别哭啊！当过飞车长，打过架，还在学校门口当过保安。那我这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，英雄不问出处。只要啊，你把廖学兵那儿的事处理干净了，想要什么随便挑，交给我您就放心。宿舍变成空房间，再一次感谢你的出现，人生下再见，我的兄弟，请你不要忘记我们曾吹过的牛皮。当皮鞋慢慢代替了球鞋，我们也掉了随便。一声再见，一声再见，就在眼前，就在眼前，让我们在拥抱中祝愿下一站。总会遇见，答应我要永远保持最真笑脸，许下诺言，许下诺言，画好横线，画好横线。